那是真的怂。他怎么坐那个车上面？我日！我脱鞋，不好意思。真的菜。这球长哦。传送我是没看懂。
真敢救啊！瞬间崩，真的牛逼，能赢的局硬是玩崩怎么不修机子骚扰出来了。
这个真人王是真的难打，有个魔术师打几个。 娃娃在那边。
真是真实，一旦有这种100%聚的是，不是真人。 还空刀，没天气过不去。
还真让他打开了。 不敢开车，开车要白给。 鸟就这么骄傲啊！<笑>
救了吗？这是卖了宝瓶。来救不救？哇日，真的瞬间上升猴啊！这一下就直接没了，那秒倒的先知没了。真是醉了，秒倒先知他妈上跑了。
满板就对了，你真能坐上去？我靠，还真能，换人坐。
我这边在往起点走，他应该是开中点门，左右的摇啊，摇，不着急，完了，从我这儿来了，中点门开好了，不知道对面有一道闪光，没注意看。 二号站车没电，但是车在那儿呢。我知道你上来，我不上，我不上，我上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终点站没机器啊！终点站没机器，终点站门也开了。站在底下呗，那动啥呀？终点站机子用了吗？你站在楼梯滑梯底下就一围，滑梯底下没事，别吵。 没办法，能走一个行了，能走一个行了。好，这边控制的站台都满的，全满了，没得跑。哎，地窖还在这儿呢，算了算了，够了。都结束了。
在那边站得不动啊！撞一下也太痛了吧，我操！但是不杀你，我是杀不了这个魔术师的，是吧？唯一的一刀还变到尸体一了。哎，这怎么卡 bug 了？这是。
你娃娃也没在修，你顶多把魔术师摸起来，佣兵也没怀表，那你怎么办啊？前锋必死，救他就来救吧。 亏呀，这个火没打着，让他又开小跑了，痛10000刀。 乌鸦都出了，我的天！
这是谁呀？这么皮的吗？ 哎哎，还有一个触手，怎么放不出来？ 送我赢了吗？节奏这么不好，结实结实扯不下来，用命用命扯不下来。上坡走吧，希望那是一个好招的。 你是真的怂，我都没盗版，这下干净了。 接动。
来戳，这么多出手给我戳，还戳得下来吗？魔术师你给我戳！ 哎，没放好，盲放，要不赶紧把他打受伤，不然再结束是无数，没减速球。我打断你，你还能坐上车，那你是真的牛批！你的手速那个真的是不是吹的哟。 应该绕了吧，扯上一下。 魔术棒啊！慌什么？我都没放。 车我开走了，还来看二号车有没有车。机械师，正好走的是四号机。 Thank you.
解除呢？估计是沿着红毯那边跑了。快是快，没卵用。你又没滑板加速，你这波加枪水，不然死。哎呦，出刀出早了。这都能空刀，修完了，电机。真的是个空刀怪，我的天！还不如打小丑，我们真是白给这把。开局挺好的，空了一刀炸了。
这打，他这前期能溜一溜。调香师怀表。 咬他一手。 狗终于给力了一次，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人丁，旋转木马，起点三台，先知修鸟给佣兵，这边注意卡门。 刀哟！园丁终点。 两个人全都在修，鬼屋最后一台，起点调香师一闪击，碰了一会儿，相当于一台完整的，有人补的。手游密码，回去骚扰链接。骚扰要白给，园丁会从桥上那边过来。 过来个锤子，卖了，沉迷修机无法自拔，有人下去了，又回去了。 看我换传送又回去修机子了，救不到了，卖了。那是真的牛逼，还修完了。
找一个。佣兵，哎呀，运气不好。那谁？园丁，小船没修，他上机子了。跑！桌子怎么有个人？这边尝试不打你。佣兵修完了，园丁补，最后一台大船，佣兵救，佣兵到了。哎呀，真的是醉了，这个刀他每次都能变到十。不要狗了，传送。这波没上脑，亏死我了。往平局打了，他们差最后一台，大船还没修。园丁现在去大船，应该是不救的。这个人黄衣手上不救人是最好的，救就白给。你追他吧，那海边就要大心脏了。你不追吧，他就要修大船的电机了。让他修一台吧。不然直接让他们大心脏太便宜他们，重新起一台。弄点粉也行。
最后一波 VIP， 先直救，考验救人技术来了。他提前贴了，我没时间放出物手，有点伤。看看吧，没有人平局。这把优妹没倒，亏了。VIP 让别人提前贴了。再凑个箱子，这次换个地方走，我就不信这边碰到的是个佣兵。这是狗起来了吧？我知道这狗起来了。咬不死，抓他了呀！
啊，救啊！两个触手，看你怎么救。三个机子方面全是触手，再放。 没球了，没有用。 拆台。 怎么这么慢啊？这触手放的。 哎呀，我真的受不了了呀！是人，又是这样，慢一点吧，这个人不挂了。 那个游民在那跑，头大一圈。 这不是用命热前锋了。
不赢了这把，前锋杀了就完事了，大门开了留一个，开局碰两个救人位，头大了。 哎，洞还打不掉的吗？出来卡我！玩你个蛇皮！ 还有怀表。
还偷人呢，这胆子是真的大。 这波偷人伤啊！我以为我看眼花了，我就知道那边有个祭司，他刚才露出来了，我以为是我眼花了，没想到那真的是个人，赶不过去，有减速。 开台。
哎，这都没中，人都傻了，前方还有怀表。 直接扯不就没事了吗？非要在那，咻！本来这刚刚挂上人没触手，直接扯就没事，非要在那走位。 秀啥呢？秀！我转过来，你转过来，先秀。你还想起来盖我一板子？你这个人想的更精一点，那比祭司还贼，一个比一个贼。 秒可以啊，就差那么一秒。
不亏，打中了，不绝了，这直接白给。 三倒了，没人修机。 他们修不完，挂人有减速，空姐修不完，四层恐慌。 空姐还是修不动，这人应该死。游戏结束了呀，都没叫着。 哎呀，怎么出手老卡我？你咋不去卡人类？卡我怎么卡的这么准？
还包，还偷鸟包空姐，空姐墓地，先找耳机。 这海边村里有两个刷的几率真的是大，刷了之后就要去大船，大船是佣兵，就得转。 一直被取消掉了。哎呦，我明明用的是这个触手，他就往船上的。 白给一个插刀。
不停白给啊！大船，拆了一座，放他。 卡不卡死就过半了，我就传送，感觉也没必要传，现在是新机。 感觉这是个佣兵。 佣兵我也锤，挑来挑去的烦死人了。
没有球的啊，修是挺秀，还想中一点，应该没什么球了，他这边节奏不好。 套带走吧，这打了还不如底牌呢。 敢点吗？就不敢点。敢跑了，还是底牌带着吧。踩板实际上用处不大，很少去踩。 这个运气是真的是踩的狗不是吗？又是佣兵，除了佣兵没别人了。
不是佣兵就是前锋，杀人。 套套的好。 这人应该救得到的。 我找调香。
超值了，你还？限制集装箱，那不是限制，佣兵集装箱，盲猜盲女，蹲着呢。我只需要等一个触手，触手指个路，指路就好了。放了，放一个拆一个是吧？死角落带，不干扰电机，他知道我要守。
还有30秒，30秒拦住这个前锋，扫一台机子。是吧？只要不打椅子，哎，怎么出刀了呀？我也是醉了。卡位置了，知道我要小电机，我要防止那个先知偷，守一下，估计是平局了，要么就是这个幽冥想走第一脚。人呢？一个货币弹这么远，跑地角了。不知道是谁，先知，没有敲蛋的声音啊？怎么是盲女？没翻窗加速，转脸转不了啊。
秒救了还，不挂 VIP， 挂 VIP 我必丢一台机。 都没怀表了，现在当魔人，卖了的话能保平，如果救了的话，有点难整了，前锋应该没什么球了，他没倒。 没球，你能跑哪去？你跑。<笑>
捡点种子，等会要用。先知挂不上人，先知我挂不了。农民这边苟着了，这边丢两个眼。我等先知起来，我都不信这个先知在这地上跪一台机子。你这个先知远一点，让他起来。现在机子也不敢修，用命去摸东西是吧？那现在还在那爬。不过这边有椅子，他爬到椅子出来，你这不是白给吗？不挂你我都不好意思。低调的这。哎，不在墓地吗？在中场。我以为在大房，可我在大房那边绕。